会有五个男生，还有四个女生，因为很密集的相处，所以其实老实说还蛮容易产生情愫。你什么座？天蝎座。以前喜欢过的男生都天蝎座。在创作过程中，一直都有一些 feeling。我觉得难忘的恋情，我可以写你。目前相处到现在，我觉得我们都很开心。哎，我真的要哭了。没关系啊。哎，好舍不得哦。